海底小纵队与黄海参。这一块该放在哪儿呢？我知道了。抓鸡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是，队长。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。队员们，我们要老天。队长怎么抖了一下，像是某种地震。皮医生，确切的说是水下地震，是海底震动引起的。章鱼堡现在有点歪了，呱唧突突突，我们得尽快把它扶正。是，队长，没问题。原来是这样，地震弄坏了章鱼堡的一条腿。别担心，队长，我们马上就把船修好。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。拔呀拔呀，哦，还是算了。这是哪儿来的怪声啊？看，在那儿。那是一块黏糊糊的粉色布丁。不，我十分确定。那是一只海参。救命！一定是地震的时候，那块石头掉下来砸着它了。救命！别担心，小家伙，我们会救你的。呼叫皮医生，立刻！队长，皮医生准备完毕，向您报道。别害怕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书上说这种动物的名字叫做海参。哦，你可真滑。你是说我的病人是一种海参？确切的说是滑海参。哦，你是说它不是海参？哦，事实上它是海参，是滑海参。谢灵通博士，它要么是花，要么是海参。是滑海参？是花？哦，不，不是花，是滑。滑，你看，它全身都是滑溜溜的粘液，这让它很容易从敌人手里逃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滑海参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原来是滑海参。不，我是说，没错，是的。放心吧，小滑溜，没那么糟糕。我来给你包扎一下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拜托别动，要不然我没办法。好了，别怕。小滑溜，小滑溜，你在下面吗？你好，小滑溜，你在哪儿？粘液的痕迹。受伤滑海参突然失踪，受伤滑海参突然失踪。
不好的，队长，花海参它需要在水里面呼吸才行，它不可以离开水太久。海底小纵队全体队员注意，受伤花海参突然失踪，它的名字叫滑溜。喵！等等，你这个小滑头，到呱唧这里来！说完，拔呀拔呀拔萝卜。好了，我们的花海参刚刚滑进了一条章鱼堡通道。没错，而且它真是个小滑头。根据我的计算，我们必须在5分钟之内把它放回水里，要不它就要闷死了。队员们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它。他可能是在找水，我们去所有有水的地方找找他。队长，我们没时间了。哦不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了，皮医生。如果我们实在不能让滑溜到大海里去，那么就让大海到滑溜这里来吧。啊？我们可以把海水放进来。你是说给章鱼堡灌满水？喵！巴克队长，我已经修好了。队员们注意，戴上潜水头盔，打开舱门，我们要开始放水了。好嘞，你都来不及说，准备开始放水。我数10个数，章鱼堡就会灌满水。10、9，挺住，小花溜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不管他在哪儿，至少不会憋死。但是他受伤了，我们肯定漏掉哪里了，没有找。就是你的头顶。我头顶？这不可能。也许吧，但他就在那儿，你头顶上。没错。小心点儿，不能再吓着他了。好了，小滑溜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抓住了，别怕，一点也不疼，完美如初，你很快就会痊愈的。还有一个勋章送给我最最最滑溜溜的一个病人。谢谢你。好了，现在该把你放回海里去了，也该把海水放出去了。好了，现在一切终于正常了，部分正常。是啊，队长，看样子我们得收拾好一阵子的海草了。但这很值得。最后一块了，但是还有一块，还能去哪儿呢？滑溜，好了，拼图不是那么玩的。花海参，是花海参。哦，
是滑海参。滑海参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挖机披上信封，拿起信封，走走走，兔兔，小萝卜，挖机启动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记住，花海参呀，花溜溜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花来花去，海底四处游，是的，没错，身体柔软像泥鳅，总是扭扭停停在扭，海底报告，花海参撒海底来回滑溜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只要有水就能乐悠悠，跳起来，任务到此结束，海底小纵队上新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大漩涡，巴克队长，雷达上显示抵达时间应该是1分钟后。谢谢达西西。兔兔兔，你的好朋友海龟桑迪就要到了。谢谢队长，希望他喜欢我给他特地准备的惊喜。你最好快点，你的小伙伴游得很快。是的，桑迪是一只棱皮龟。棱皮龟是游泳健将，当然游得快了。开始倒计时了，5、4、3、2、1。兔兔兔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桑迪，兔兔兔。队员们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桑迪，欢迎来到章鱼堡。我还有些急事，但是能顺路到访真是太高兴了。你到这里来游了多远？哦，地图上指一下。我从那里一直游啊游，到了这儿。哇哦，我想你的鳍一定很累吧？我都习惯了，棱皮龟在所有海龟里是游得最远的，诀窍就是要找到速度很快的洋流就行了。很快的洋流呀，给我们讲讲。洋流就像海洋里一条流动的河，我就是顺着一股洋流到这里的。今天我还得找一股很快的洋流。什么事儿这么急？我要赶回我出生的海滩，把卵产在那里。等一等，我给你做了个礼物。这个是好友定位仪，我把它放到你的背上。好了，显示出来了。好友定位仪能让我在地图上找到你，看到你要去哪儿。兔兔兔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只要你喜欢就好。谁给我指一指该朝哪边走呢？我看看，要到你出生的海滩上去，你应该朝这边。我得走了，兔兔兔，谢谢你的好友定位仪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快看，他游走了。为什么他往那边游呢？那不是去海滩的方向呀。兔兔兔，请放大点。马上，队长。桑迪好像被其他方向的洋流带走了，这条水流直接流向大漩涡。大漩涡？是的，那是一股特别强大的漩涡，能把一切拖向海底。没错，那里的确非常危险，
因为很难游出来。哦，不，队长，桑迪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图图兔启动章鱼警报，海底小松队去发射台。突突兔的朋友桑迪困在了错误的洋流里，朝大漩涡冲去了。我们要去救他。队长，我这儿有个好东西，涡轮增压器，它能给灯笼鱼艇增速，来追上桑迪。干得漂亮，突突兔、呱唧，咱们走。别担心，突突兔，我们会救回桑迪的。皮医生，开启章鱼宝舱门。遵命，队长。好友定位仪显示桑迪已经游出去很远了，我们必须追上他。你们两个抓稳了，涡轮增压器启动。我们救你来了，桑迪，全速前进。别担心，我们会追上他的，伙计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靠洋流太近，否则我们也会像桑迪一样被卷走的。现在我们靠近桑迪了没有？嗯哼，但是我们最好马上追上他，因为他已经直冲了大漩涡去了。洋流要把我们拖进去了。小心，有螃蟹！坚持住！控制不住！你们逆行了！小心！哎呦！抱歉，螃蟹们！小心点！干什么？耶！我们要被吸进去了！队员们，往这边倒！干得漂亮！天哪，桑迪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们接近他了吗？他在那儿，就在前面。大漩涡，这下可糟糕了。兔兔，别怕，桑迪，我们这就来救你，不会让你卷进去的。可是怎么救？总有办法的，兔兔兔。大漩涡很快就要过来了，队长。可是我们在洋流外面是救不了桑迪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么现在我们只有……我觉得我可以游过去。兔兔兔，你来驾驶，呱唧游到洋流里去。他拉住桑迪之后，我们再把他俩从漩涡里拖出来。明白，队长。再放点绳子，队长，我要进去了。别担心，桑迪，到大漩涡之前我们会拉住你的。好的。呱唧，恶针鱼从你后面游过来了。桑迪，快闪开。大漩涡，我来了。
们来吧！涡轮增压器启动。桑迪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谢谢。但是我真的得马上去海滩产卵了。你可以搭我们的车呀，巴克呼叫皮医生，我们需要你到海滩上去。98、99、100，一共100个漂亮的蛋。恭喜你，桑迪。哦，谢谢海底小纵队。看来我得再制作100个好友定位仪了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呱唧，皮医生，心通，达西西，龙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记住，龙皮龟儿跑得快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强壮的气力不堪，是的，没错，大声水流水都翻，海底报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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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皮龟产卵在沙滩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偶尔上岸只为这般，跳起来，海龟，海龟，海龟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年夜漫。这个望远镜一点都不好用，根本看不出远处那个大东西到底是什么。而且咱们在深海总是黑漆漆的，还好章鱼探测器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。大西西，你能告诉我们周围有什么吗？好的，队长。看起来像某种船。我的老天爷呀，除非我猜错了，否则那正是海盗沉船咔嚓船长号。咔嚓什么？咔嚓船长，那是我爷爷，也是曾经游遍七大洋的最棒的毛海盗。他有一个金色的望远镜，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。就在快要传给我之前，咔嚓船长的船在北大西洋沉没了，那个金色望远镜也一同沉没了。北大西洋？我们不正在这里吗？呱唧，你真觉得那一定是海盗沉船咔嚓船长号吗？是的，队长。那咱们就一起探险吧。呱唧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这附近有一艘神秘的海盗船，可能是呱唧爷爷的咔嚓船长号。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沉船残骸，帮助呱唧找到他爷爷的望远镜。皮医生、达西西、呱唧，我们出发吧。突突突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收到，队长。队长，你能走快点吗？呱唧，这艘船沉没在那儿已经这么多年了，过几分钟它也跑不了。大家快看，在那儿！怎么样，呱唧？你觉得是咔嚓船长号吗？那一定是你爷爷的雕像，看起来和你很像呢。咱们进去看看。喵。等等，呱唧。虽然它以前是海盗船，可现在它已经成为许多动植物的家了。海底小纵队，请多加小心，一定不要打扰到它们。
好的，队长。你听到了吗，呱唧？呱唧！望远镜在哪儿呢？呀呜！尖尖的海胆！呀呜！哎呀！哎呀！哈！小海草也挡不住我寻找望远镜的路。我的老天爷呀！的宝箱，我就知道望远镜在里面。望远镜，望远镜，呱唧，怎么了？我找到望远镜了，不过我还没拿到手就被粘住了。谁在那儿？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是能闻见，能听见。你这个坏蛋！哦哦。这儿好像是粘液鳗的地盘，滚出我的地盘，不然我就再粘你。没办法了，呱唧，咱们走吧。一，可望远镜怎么办呢？算了吧，呱唧。二，不行，这是我爷爷的，现在应该归我。可是呱唧。三，好了，伙计们，时间到。再给我两秒钟，我保证就能。然后我们就冲了进去，呱唧已经浑身沾满了恶心的粘液。太有意思了，一只粘液鳗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分泌出满满一桶的粘液。那还用说？这是粘液鳗保护自己和家园的方式，主要是因为它们什么也看不见。那儿有很多粘液鳗在保护望远镜呢。别忘了，还有尖尖的海胆，还有馋人的海藻。抱歉，呱唧，可是回去实在太危险了。可粘液鳗要望远镜来干嘛呢？我睡觉去了。咔嚓，船长，望远镜是我的，我的。我的望远镜是我的。呱唧呀，这次我不拿到望远镜绝不罢手。望远镜了，都怪这个木头横梁掉下来把我困住了。我不能动它，否则整个船都会塌下来。不是警告过你们滚出去别再回来了吗？被你逮到了，粘液鳗，又要拿粘液喷我了吧？来吧。没错，你说的对。喷呀，粘它呀，我看你敢不敢。什么？可是荣幸之至。
你就管这个叫粘别人啊？哼，你可没粘住他。那个我看不见，好吗？队长，你干什么？粘液能让呱唧的尾巴变得光滑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出来了。啊，下次一定要记得往低一点喷。皮医生，你在说什么？粘，能再低一点吗？你自找的。干得好，粘液们，快拉！我出来了，谢谢伙计们，也谢谢粘液们。终于，我爷爷的望远镜属于我了。哟，这里面有好多种动植物啊。呱唧，看来这个望远镜也成了很多生物的家了呢。对呀、啊。还想被喷啊？哎，等等，等一下，这个望远镜一直在我的家族中代代相传，可现在我要把它传给你和这些小动物们。哦，你可真是太好了。好好保管它。我们会的。刚才撵你真是不好意思。现在快离开这儿吧。历尽千辛万苦，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望远镜，可我一看到那些小动物就又把它放了回去。呱唧，你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你还可以告诉所有人是你发现了咔嚓船长号的残骸。再说你也不是什么纪念品都没有拿到啊。这里。海底小部队集合！呱唧，医生，精通，达西西，龙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粘液漫生活在深海底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能听到完蛋是离不起。是的，没错。阿帕拉西苏喷粘液，阿帕尼医生粘有你，宽的粘液装满一大桶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喽，跳起来！粘液漫，粘液漫，粘液漫。卡地巴高，卡地巴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分队，小心！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北极虎鲸，来，说啊。哦，你只是有点害羞，不要担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队长。我超爱你的手风琴演奏，巴克队长，它能帮助这个小家伙放松下来，接受体检。哦，雕虫小技了。我希望你们在北极没有着凉吧？哦，没，我们虎鲸习惯了北极的寒冷。哦。是的，你是一只非常健康的虎鲸。谢谢皮医生，谢谢队长。再见。再见，虎鲸，下次再见喽。再见。给虎鲸做了6个喉咙检查，3个鳍尾检查，还给整个鲸群做了口腔清洁，真充实啊。好样的，皮医生，但我们最好快点回章鱼堡。这些冰块从各个方向涌来，会很危险的。这比我想的还早，真是太险了。队长，我看到了，坐稳啊，皮医生。要撞上了。皮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你呢？我还行，但不知道舰艇怎么样了。现在我们需要突出重围。这没用，我们困住了。
我们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出去的。呼叫章鱼宝吧。张教授，跟我玩海盗旗这游戏，你可算是棋逢对手了。看着，我要赢你了！现在好像是我赢你了，呱唧。我被翻盘了。巴克队长呼叫呱唧，呱唧请回答。我们这边需要帮助，启动章鱼警报。好的，队长。哟，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孔雀鱼艇撞坏了，皮医生和我需要帮助才能回到章鱼堡。我们要抓紧，千万别让孔雀鱼艇再撞到其他冰块了，鱼艇会坏的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现在孔雀鱼艇被困在了一大块冰里面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坚持住，伙计们，我会开着蓝鲸艇去把你们拖回来。我希望你能找到我们，呱唧。舰艇经纬仪也撞坏了，我们漂流的速度非常快。我看到了很多冰块，但是里面都没有舰艇，还是继续找找吧。希望呱唧能找到我们。越来越颠簸了。哦不，正前方是座冰山。我的小龟龟啊！皮医生，准备弃船。孔雀鱼艇去哪儿了？看。哦不，别担心，我们只需要爬到顶上，然后把舰艇从冰山里弄出来。爬到顶上？是的，我们能做到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过来。成功了。是的，成功了。现在问题是怎么把鱼艇从冰山里给弄出来。这么多冰块让我头都晕了，我都分不清是在往哪边走。队长请回答。队长，我们的无线电联系不上孔雀鱼艇了，挂机，但他们应该就在附近，继续找。我已经到处都找遍了，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冰，冰，还是冰。那是什么？听起来像是队长的手风琴音乐。我的老天爷爷，根本不是巴克队长，是虎鲸。或许他们能帮上忙。嘿，看。呱唧，你好，呱唧。我听到你们的歌声了，还以为是巴克队长呢。巴克队长，我们不久前刚跟他和皮医生分开。是啊，但是他们没回到家，孔雀鱼艇撞坏了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块冰里呢。我的天哪！不要担心，呱唧，我们会帮你们找到他们的。哦不，冰块又裂成两块了。披上，跳。坚持住。咱们得守着舰艇，再跳。不，披上，从我身上爬过去。好。
脑袋。抓到了。哎呀，我们到处都找遍了。嗨，要不要浮亏试试？你说浮亏什么意思？我们平常都用浮亏来观察水面以上的东西。是的，看我的，呱唧。我不是虎鲸，不过我也想要试试。成功了，干得漂亮！谢谢伙计，但是上头也有很多兵。跟我们一起行动吧，呱唧。是的，我们虎鲸总是在一起的。好，那大家都开始浮亏吧。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什么了，是巴克队长和皮医生，我找到他们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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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呱唧，你找到我们了。我就知道你行。哎，多亏了虎鲸朋友们。孔雀鱼艇哪儿去了？在上面，还卡在冰块里呢。我们要怎么才能把它弄出来呢？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块冰再翻过来就好了。我相信虎鲸朋友们能帮上忙。是的，我们喜欢翻冰块。你说翻冰块？我们虎鲸就是这么寻找食物的。我们会把大冰块翻过来，看着。准备，开始，翻。虎鲸们可真是无所不能。现在我们可以把鱼艇弄回家了。希望我们回去的路上不要再撞到冰块了。虎鲸们，我想你们比较熟悉这块水域，可以带我们出去吗？当然。好，虎鲸们和海底小纵队永远在一起。接下来让我来给咱们的旅途增添一点乐趣吧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呱唧、皮医生、心灵通、达西西、龙教授、兔兔、小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。海底报告，记住，无心中起起游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就算大悲气也不愁。是的，没错。爱翻冰块有力气，只为彼此添毒品。上上下下会浮亏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头都出水面，当看心中微跳起来。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麋鹿海星。太好了，又找到了一个可以研究的贝壳。队长，我们量一量吧。这是目前最大的了，谢灵通。你看，这上面还贴着一只小海星呢。你是呢。别怕，小海星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，你是谁？我叫闪闪。真有趣，你长得和礁石滩里的其他海星一点也不一样，你的腕更长，而且颜色也不同。是的，其实我不住在这儿，我好像迷路了。那我们就帮你回家，我们回章鱼堡。
只记得我在爬，然后一阵海浪来卷走了我，我就掉在沙滩上了。也许如果我们知道你是哪种海星，就能知道你来自哪儿。可问题是，海星有将近2000个种类呢，而且它们生活在海洋的各个地方，从海面到海底。那我们怎么找到它的家呢？皮医生，我们得到很多地方找，而且有些地方可能非常危险，我的朋友们，非常危险。我好想念我的家人，而且他们肯定也很担心我，我想回家。以海底小纵队的名义发誓，我们保证会送你回家。呱唧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有。海底小纵队，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我们的任务是翻遍整个海洋，找到闪闪的家。呱唧，皮医生，去登陆鱼艇。遵命，队长。突突突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马上，队长。我们可以从海面开始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鱼。那是因为我们在阳光区。海洋就像一个三层蛋糕，分为阳光区、暮光区、午夜区。阳光区是最上面的一层。是的，大多数海洋生物都生活在这里。这不像是我的家，而且我一只海星都没看到。珊瑚礁上可能有一些，我们凑近点看看。喂，这里有一只。哇，它有好多只手啊。不好意思，你见过长得像闪闪这样的海星吗？哦，说不准，你们哪一个是闪闪？是你吗？不不，我是一只企鹅。好吧，还好还好，如果你是海星，那这只海星就傻透了。我是海星。你当然是海星了，谁说你不是呢？我是一只向日葵海星。对了，你们刚才问什么来着？你看见过长得像闪闪的海星吗？哦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相信我确实见过的。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好像是在那边见到的。或许是那边。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是在。那是一只刺豚。对了，刺豚吃海星。皮医生，把闪闪藏起来。除了帽子，什么也没有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但是现在我真的好想回家。是时候到深海找找了。这儿太暗了，所以没有植物。那是因为我们在远离阳光，进入暮光区。这儿太暗了，所以没有植物，但是动物还是有很多的。还有海星。等等，伙计们，那边就有一群。抱歉打扰了，你们都是海星对吧？不，我们被称为蛇尾海星。你们有何贵干？我们只是想帮助我们的朋友闪闪找到家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，伙计，你们见过长得像他的海星吗？没有，他看起来有点像我的表妹雪莉。才不像，你看他的腕短多了。是啊，亲爱的，我觉得这附近是没有了。唉，也许我永远找不到家了。别放弃，闪闪，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找到了。狼们，他们也是海星。这边。
快，到这儿来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看看。所有人注意，他走了。现在，哦，看，闪闪。啊？什么？他会发光。大家不都会在黑暗里发光吗？哦，不，但是几乎所有会发光的生物都住在海洋最深、最黑暗的地方，也就是午夜区。安全了，海底小纵队返回舰艇，下一站，午夜区。午夜区通常是完全黑暗的，很多在那里生活的动物都会自己发光，就像闪闪。啊，这里看起来挺眼熟的，让我瞧瞧。别闪闪，别碰它。坚持住，海底小纵队可能会比较颠簸。不应该是这样，对吧？好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在哪儿，队长？看起来我们在午夜区底部的一个深洞里着陆了。哇，这外面可真黑呀。灯泡都破了。里面也黑了。哎，引擎还在工作，但是我们动不了，舰艇一定是卡住了。好吧，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出去。海底小纵队，咱们来穿上我们特制的深海战袍吧。但是这个地方比海盗的牙齿还要黑，我们能用什么来照明呢？我可以帮忙。请靠这边来一些，闪闪。遵命，队长。好了吗，海底小纵队，现在推。耶，好了，朋友们，舰艇自由了，但是这洞穴弯个够多的。是啊，我们需要比一只小海星更多的亮光才能找到闪闪的家人。我的天哪。哇，是啊，他们看上去像星星。是啊，他们就是海星。闪闪，是你吗？爸爸，妈妈，爷爷。你去哪儿了？我们好担心你。谢天谢地，你回家了。大家好，这是海底小纵队，是他们帮我找到家的。是的，我们把整个海洋翻了个遍。但愿我们还能找到回家的路。也许我们的新朋友能帮我们。爸爸妈妈，我们得聚集所有人，我们全家人和所有的朋友。没问题，闪闪。准备好起航了吗，队员们？没问题，队长。那咱们出发吧，回家喽。再见，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再见，闪闪。再见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！呱唧，披上行装，拿起信，张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海星五尺弯，山尺更多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二十四尺弯也很灵活。是的，没错。海星加速并成光而破，有些海星发光如星火，想让海星不用四处去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每个群都有海星君，跳起来。海星，海星，海星。哈尼巴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，
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大果冻。海底小纵队，目前这片海域从来没有人探索过，注意那些没见过的和不同寻常的生物。呱唧，咱们分头行动，扩大搜索范围。好的，队长。还有呱唧，多加小心。我一直都很小心，对吧，皮医生？当心。我的老天爷呀，那是什么？队长，谢灵通，你们能从镜头里看到这个吗？看起来像个海底的沙滩球。其实它应该是只蔬果冻。你是说一只水母？不是，蔬果冻很像水母，但它不是水母，它们从来不会蜇人，对呱唧来说是好事。呱唧，呱唧，你是谁？动物还是会动的球？可真是个巨大的果冻。队长，有关蔬果冻的资料太少，我很想亲眼见一见。我很想给他来个特写。好吧，坐稳喽，海底小分队执行任务。哦不，他受伤了。他看起来伤到了自己的梳齿。梳齿？对，梳齿是身体周围的一些小尾巴，帮他游泳用的。你好啊，这里疼吗？疼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疼疼。别担心，我有宝贝能治好断掉的梳齿。涂上防水药膏，你马上就会好些的。吃的？不不，不是吃的。哎，别闹。哦，很痒。治水母不仅用梳齿来游泳，皮医生，还用它们来拿吃的。它的小尾巴们在挠你痒呢，还好你太大了，它吃不掉。好了，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好些了。啊！我的医药包。在这儿呢，队长。呱唧，帮个忙！喵，皮医生，你在那个东西里面干嘛？皮医生在里面，在果冻的肚肚里。放他出来！你这个球！等等，别伤害他，我基本上没事。呱唧，皮医生怎么到里面去了？别管这个了，队长，咱们怎么把他弄出来？这可能有点难。你们看，树果冻是透明的。但是它透明的肚子周围还有几层充满水的透明皮肤，还有皮医生。走啦走啦！不，停下！皮医生，我们再想办法把你弄出来，别瞎闹了。不是我，果冻，求你停下！起飞！呱唧，达西西，把舰艇开过来，西灵通，咱们追过去。哇哦！捉到了，捉到了！哦，撞了个满怀。达西西，靠近点，再近点。呀！呀！抓到你了！我抓到你了！果冻，住手！那是我的朋友，呱唧猫。猫鱼？不，不是猫鱼，它是……算了。呱唧，你还好吗？让我稍微冷静一下，队长。救命啊！我抓住他了，队长。不，他们要被那股很快的水流冲走了，不能闹着玩了，马上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进入舰艇。海底小纵队，皮医生困在一只蔬果冻里了，
而那只蔬果洞又困在了一股很快的水流里。哦天哪！哦不！皮医生，能听见吗？皮医生，不行啊，队长，我只能听见静电声。兔兔兔，你待命，可能需要你帮助。明白，队长。我们跟上那股水流。求你了，放我走！果冻加油，走喽！啊！果冻，能不能别挠我痒了？我们困在水流里了，我们会粉身碎骨的。小心水花呀！我出来了。这是哪儿？但愿果冻没事。喂，海底小纵队，能听见吗？喂，一定是我离得太远了，他们听不见。好吧，我迷路了。如果是巴克队长会怎么做呢？我觉得这边是北，如果那是北的话，那这边就是鲨鱼。鲨鱼，安全了。很遗憾，队长，无法判断果冻往哪个方向游了。我们可能需要更多舰艇帮忙找皮医生，但等他们到这儿了，皮医生可能已经走得更远了。队长，我有一个主意。哦，皮医生，我可怜的企鹅小伙伴，别担心，我就算翻遍汪洋大海，也会把那个身体透明的坏蛋找回来。呱唧。就算要找几个月，呱唧，就算要找好几年，就算要找呱唧，达西西可能有办法可以找到皮医生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哎，走吧，没时间在这儿闲聊了。皮医生肯定离我们太远了，没法用头盔和我们通话，但我用舰艇定位器来定位他的无线电信号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了皮医生定位器。干得好，达西西！哟，快追上他，全速前进！这是您的台词，队长。全速前进！果冻，我们得出去。大鱼想玩一局。不，这不是游戏，果冻。现在乱成一滩果酱了，这不是享受的时候。果冻想吃果酱。这一点也不好笑，我们得躲起来，躲到里面去。里面？什么里面？救命啊！哇哦！赵明，其实我说的是救命，不是哇哦。哇哦，你能赵明？赵明，赵明，看起来他在往一个隧道里面滑。那咱们跟他一起进去。根据你的皮医生定位器，他随时可能从那个洞里掉出来。队员们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这样来。我看到隧道尽头有道光。行动！哪里跑？拦截成功。好玩，好玩。我想是有点好玩。你的梳齿看起来已经好多了。再来，再来。对不起，果冻，我想这些够高兴一天了，甚至够一周的了。照相时间，真可惜，这里实在太暗了。哇哦，哇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是说，好一个蔬果洞呀，真是场漂亮的灯光秀。果冻发光，干得好，皮医生，看来你找到了一种新生物，也是你的新朋友。
说果冻。果冻。海底小分队集合。阿金。医生。精通。达西西。王教授。果冻。小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。海底报告。海底报告。记住，你能一眼看穿树果冻。是的，没错。明白。嘴巴铜墙透明的大肚。是的，没错。周身都是小尾巴。用来吃也用来画。海底报告。已经是你的指导。是的，没错。明白。这小果冻它能发光闪耀。跳起来！蔬果冻，蔬果冻，蔬果冻，它的报告，它的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分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古虾。西西呼叫章鱼宝，我准备要去珊瑚礁探险了，马上就会有漂亮的照片了。很好，达西西，我们非常期待。快看那丛柳珊瑚。真漂亮。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再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不，怎么回事？达西西，你在吗？章鱼宝呼叫达西西。提一声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队员们，我们和达西西失去了联系，现在必须找到他。兔兔兔，马上启动灯笼鱼艇。灯笼鱼艇准备就绪，队长。皮医生和呱唧，赶快上船。喵！兔兔兔，开启章鱼宝舱门。是的，队长。你们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队长。他在那儿。在那块石头旁边。达西西，你能听到我吗？我听到了，队长。啊，他醒了。等等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啊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还行。没事了。啊，我的相机。啊，他也没事儿。达西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要拍照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声巨响，砰，我就被震晕了。我只记得这些，其他想不起来了。这么大的声音会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伙计。达西西一定是被巨虾怪给吓昏了，一定是的。但虾都很小啊。这是个大家伙。巨虾怪用力把钳子夹起来的时候，声音大的能把人震昏。呱唧，我觉得我们遇到的不是巨虾怪。我确定我没有看见什么大钳子，千真万确。队员们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家伙袭击别人之前，尽快把他找出来。
是的，队长。没问题，队长。现在我们分头去找，但首先别忘了戴上耳罩。是的，伙计们，它能保护我们不受巨虾怪袭击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呱唧，你去那些石头那儿找一找。明白，队长。达西西，你守在灯笼鱼亭里。皮医生，你到那边去检查一下。好的，队长。这条鱼也需要检查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要是受伤了或者病了，我可以帮你。耳罩得先拿下来，我得戴上听诊器。伙计，看到巨虾怪了吗？皮医生，皮医生，一定是巨虾怪又加钳子了。来，我带你回船上去。呱唧呼叫巴克队长。这里是巴克队长，呱唧请讲。队长，皮医生也昏过去了，马上就来。通话完毕。谁在那儿？皮医生，皮医生，能听见吗？我还好。告诉我，你看到巨虾怪了吗，伙计？没有。但我听到了一声巨响，和达西西说的一样。哦不，那不是队长的吗？喵，我们得去找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发现他了，就告诉你们。皮医生，你去救队长。我去阻止这个巨虾怪再次袭击。我能听见声音，但我看不见它。快点给我出来，你这个从背后偷袭的坏蛋。老实点，小家伙，皮医生快上绷带。我投降，我投降。难道你就是巨虾怪？我才不是你说的巨虾怪，我是一个古虾。一个古虾？是的，我是海里嗓门最大的动物。领教过了，但你为什么要攻击队员们？哎，明明是我在遭受攻击呀，我以为你们都在抓我呢，所以我就鼓动我的大钳子发出巨响，来赶走要吃我的敌人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们保证，我们绝不会吃你。我以为你要攻击我们。非常抱歉，都是误会。哎，没关系，但是你们能帮我把钳子松开吗？不再吓唬人了。以古虾之名保证。但你这样的小东西，怎么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夹了一下夹子而已，像这样。不。好了。我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弄出这么大的声音，仅此而已。我想达西西的相机估计可以帮到你吧。真的吗？达西西，检查一下你的耳罩戴好了吗？把你夹钳子的动作拍下来。好。
好的，准备，开始。拍到了，现在我们在显示器上来看一下慢动作吧。阿古的钳子打开了，快看，形成了一个气泡。看那个泡泡从钳子里冒出来了，看上去像是要爆炸了。太神奇了。是啊，大家快看呐。哦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大钳子一下子弄出一个泡泡，然后它爆炸了。轰！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样的小骨虾成了海里嗓门最大的动物。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，想再看一遍吗？海底小纵队集合，马金、医生、金多、达西西、王教授、兔兔、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，哈尼报告，哈尼报告。记住，是小小名字叫古虾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大小但是威力好挺大。是的，没错。危险又是小小靠近它。小小亲自来把敌人吓。古虾生下能耐大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河里最吵闹的就是它。跳起来，小古虾，小古虾，小古虾。哈尼巴高，哈尼巴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巨藻丛林大拯救。哦。制服不错，我们的特别来宾肯定会眼前一亮。谢谢队长。兔兔兔，开始报告。报告队长，孔雀鱼艇快到了，应该是一分钟后就到。海底小纵队，列队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，排成一行。请求开启章鱼堡舱门。批准请求。章鱼堡，我们来了。宾托，阿皮医生，巴克队长，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，这是我的弟弟宾托。宾托，请上船。谢谢。这几位是张教授，小萝卜，还有兔兔兔。嗨。一路还顺利吗？一路上可有意思了，呱唧教了我怎么像海盗一样说话。是啊，小伙伴，抖抖我的小腿。亲爱的，这个给你，欢迎来到章鱼堡。哇哦，我看起来像个真正的海盗了吗？喵！哦耶，那我准备好要行动了。这两位是达西西和谢灵通。嗨，宾托，见到你非常高兴。我也是。回头见，宾托。回头见。他们现在要乘孔雀鱼艇执行任务吗？是的，他们要去研究小海螺。小海螺有时很难被发现，因为它们太小了。所以我带上了这个放大镜。兔兔兔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遵命，队长。哦，皮医生，宾托也要执行任务。还是先让我带你逛一逛章鱼堡吧。呱唧告诉我，你们海底小纵队的生活非常刺激。哦，确实是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你也像呱唧一样搜寻海怪吗？好吧，这样
告诉你我平时做什么。呱唧还说海底小纵队要随时待命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这倒是，你想试试我的工作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什么都行。那好吧，这可是个真正的挑战。绑绷带，我们要练习一组绷带技巧：脚蹼悬挂支撑和肋骨缠绕包扎。嗨，现在你试试。我想学着成为海底小纵队的一员，而不是医生。可我既是小纵队的一员，又是医生啊！我想成为真正的海底小纵队队员，像呱唧那样随时准备行动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也随时准备好行动，以防有人受伤。呱唧，等一下。哎，天津受到袭击了吗？没有，不过现在午餐时间到了，给你小伙伴。最后到的是臭鱼蛋。是章鱼警报，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。队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刚收到孔雀鱼艇的求救。我是巴克队长，达西西，请讲。队长，我们好像卡住了，你能定位一下？队长，我们失去无线电联络了。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住了，我们得去解救他们。我在想他们困在什么地方了。等靠近他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得迅速赶过去。我能跟着去吗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了。这可不行，可能不安全。宾托，你哥哥说的对，你最好在这儿跟植物鱼待在一起。等我们回来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队长，准备好了。如果有人受伤的话，那就交给我吧。队长，蓝鲸艇的缆绳可以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摆脱困境。谢谢你，兔兔兔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你看到什么了吗，呱唧？哟，那一定是他们。队长，我们可能碰上赤藻了。赤藻是什么？它看起来像一株植物，可一旦你靠近，它就会伸出巨大的绿色手臂抓住舰艇。那它什么时候才松手呢？永远不松手。赤藻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呢？冰托，你是怎么溜上船来的？啊哈，小偷杜克。等等，前面是死路，他们在那边。哇哦，那就是赤藻吗？海底小纵队，听我的安排。呱唧，你绕到后方，人和我就……呱唧，住手！你这个赤藻！快点放开我！你这个卑鄙的怪物！计划有变。激活头盔。我能跟着去吗？不行。呱唧，我们遇到的可能不是赤藻。哎，当然不是，队长，我认识赤藻，这可不是赤藻。我觉得看起来像一株植物。没错，是一种叫巨藻的海草。我们正处在巨藻丛林的边缘，达西西他们被巨藻绊住了，我们得救他们出来。我们得用缆绳把他们拉出来。医生，看看谢灵通。是。呱唧，咱们去拿缆绳。是。这些巨藻很坚韧，
我们得非常用力的拉。不，等等，除了孔雀鱼艇，还有别的东西卡在这儿。看，我们得小心点，要是拉得太用力，可能会伤到这些小海螺的。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得立刻救出孔雀鱼艇。就像绷带，他们只是被缠在一个巨大的绷带里。嗯，你认为你能把他们救出来？是的，队长。哦耶！队长，这工作可非常繁重啊。我们还有一顶多余的头盔，宾托。是的，是的，队长。记住，这是一项真正的任务。我会像真正的小纵队成员一样听你的命令。海底小纵队，各就各位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队长，从顶上往下拨。好的，皮医生。呱唧，从下面抓住。好的，皮医生。耶。宾托，打开那片藻叶。好的，皮医生。谢谢你们拯救了小海螺，也救了我们。哦，今天是你哥哥让所有人都安全了。医生，多亏了你，任务才成功了。哦，我可以试试你的帽子吗？其实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给你做了这个。现在我既是海盗又是医生了。你可以玩转海底了，还可以玩转绷带，就像一名真正的海底小纵队成员。耶！海底小纵队集合！呱唧、医生、信通、达西西、兔兔、小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！记住，制造海生长丛林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飞出高大像棵树。没错，制造丛林深有人，龙吞通通被卡住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噪音是藏身好去处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你是小海鹿，安家好地方，跳起来，小海鹿，小海鹿，去找你安家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！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象海豹。皮医生，快看这些海葵，它们真鲜艳，每一只看上去都像一朵花，或者是一只怪兽。啊！哦，那不是怪兽，那是一只象海豹。一只有大鼻子的巨大的海豹，像大象一样。它是在打呼噜吗？象海豹有时候确实会在海里睡觉。它的皮肤看起来有点问题，它在蜕皮，脱掉旧的皮肤，让新的皮肤长出来。你看，那它疼吗？哦，不会的。对于象海豹来说，蜕皮太正常了，这就像是你长大了得换大一号的衣服一样。但是象海豹一般都是在海滩上换皮的，那更暖和，在冷水里换皮是会生病的。哦不，它离海边远着呢。谢灵通，我们得帮帮它。队长，一只象海豹有危险，我们要把它带回章鱼堡。而且它很大，还很吵，我们得把它带走，但孔雀鱼艇装不下它。稳住，我们马上到。启动章鱼警报，队员们，去发射台。
突突突，有一只象海豹马上要被拖到章鱼堡。队长，蓝蜻蜓准备就绪，我还加装了一个超强拖绳。好主意，呱唧，跟我走。哟！突突突，马上开启章鱼堡舱门。好嘞，队长。我的老天爷呀，他可真大！我们快带他离开。搞定了，皮医生，走吧。这边走。用力啊！上去了。他没事。他打呼噜的声音可真大呀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他的体温非常的正常，等他的皮毛重新长出来，他就完好如初了，队长。他醒了。我在哪儿？你刚才在水里蜕皮，我们怕你会生病，所以把你带回我们的家章鱼堡里了。哦，谢谢你们。我叫李昂，真想赶紧回海滩呢，那儿有我的朋友和家人，还有我觉得你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，李昂。你的海滩在哪儿？我们可以送你回去。哦，那个海滩有很多很多像我一样在蜕皮的。哦天哪，蜕皮可真是太累了。在新的皮肤长出来之前，它需要休息，队长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找有象海豹的海滩。启动章鱼望远镜。这个海滩上没有象海豹。我们都已经就这样找了整整一天了，咱们明天再继续找吧。好了，大家都睡觉吧。你还好吗？我非常好，也好看多了。快看看我的新皮毛。你已经蜕皮结束了，应该庆祝一下。庆祝一下？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没事。我就是想快点回到海滩，和其他象海豹一起玩。恐怕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海滩。没找到，但是醒来后一起玩一直是我们的传统。我已经错过很多了。别担心，你的海滩会找到的。在找到它之前，我们可以先在章鱼堡上找乐子。真的？那我们能玩点象海豹的游戏吗？就像在海滩上一样。没问题，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游戏室。好。
好的，我们可以先玩我最喜欢的游戏——摔跤。摔跤？没错，向海豹最喜欢摔跤了。单手大对决。好吧，单手大对决。哇哦！好吧，我让你两只手吧。一起数到三、二、一。非常抱歉，我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力气大。啊，别担心，我很好。咱们要不要换个游戏玩玩？嗯，不如赛跑。没问题，咱们去走廊比吧。好，我可以让你先跑。谢了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跑。没关系，我没事。亮，小心！呱唧，看海滩上是象海豹。时机刚刚好啊，队长。你没事吧？哦，很好，这比海滩上还好玩。再来一次吧。注意，海底小纵队，我们找到了象海豹的海滩，去发射台庆祝一下。发射台见。李昂，你不来吗？哦，来了就来。医生，上舰艇。兔兔兔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没问题，队长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们在一起太高兴了，我不想离开这儿。抱歉，李昂，章鱼堡对于你来说实在太小了，而且其他象海豹一定也很想你。但我会想你们的。哎呦，这咋办？我们比赛，看谁先到海滩，你看怎么样？赛跑，没问题。他游得真快，象海豹可都是游泳健将。我赢了，耶！哦嘿，莉亚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可担心坏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玩吧。看，他们多想你。要不是你们，我肯定再也回不来了。庆祝一下，不如还是拥抱一下吧。哦，好吧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呱唧，皮医生，精灵通，达西西，龙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像海豹身体它又长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赛跑腿脚天天换长，是的，没错。它们的双臂像大象，发出最特别的声响。像海豹换皮肤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每年都能换身衣服，跳起来。像海豹，像海豹，像海豹。卡迪巴高，卡迪巴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和沙丁鱼群。呱唧，请回答，海藻样本都收集好了吗？是的，队长，我正在赶回章鱼堡，马上。我的老天爷呀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有多好呢，这些小鱼让我无地自容啊。伙计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是沙丁鱼，呱唧。沙丁鱼通常都集结成群游动。但是他们怎么保持队形一致呢？
沙丁鱼外皮上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感知到它们周围的沙丁鱼，这样它们就能保持行动一致了。呀，它们游的花样还真是不少。我也要试试。通话结束，现在我要让这些小鱼们瞧瞧我的厉害。仔细看好了，一个快速反转，再加一个后空翻，不错嘛。嘿嘿，试试这个，瞧好了，向后翻转，加飞头旋转，一条带。嘿嘿嘿，你游得跟沙丁鱼一样棒呢。你这个小家伙身手可真是不简单呀。我叫迪娜。我叫呱唧，或许哪天我们能切磋一下。说好了，我得回鱼群去了，不然的话，你掉队了是吗？我可以帮你找找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他们应该不会走远的。再见，呱唧。再见，妮娜，保重啊，伙计。午饭来了。你想得美，讨厌的家伙。午饭取消了。谢谢呱唧，看来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像不大安全呢。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嘛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沙丁鱼平时总是成群结队的，这样一旦有鱼想吃我们，我们就能向四面八方逃走了，他就不知道该跟着谁了。聪明，我只有一个人，但我也很乐意把你安全送回鱼群。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。看，他们就在那儿。我知道有条近路能穿过这条沉船。我被救鱼网缠住了。你疼吗，呱唧？不疼，只是撞到头了。不要担心，我可以把自己弄出来。耶，卡住了。或许我可以把这些绳子咬断。不的呢，你快跟上，别又跟丢了。不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没有抛弃我。在你出来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，蒂娜，够意思。我还是呼叫章鱼宝吧。怎么了，呱唧？我撞到头了，舰艇被困住了，小沙丁鱼处境危险，因为它脱离了队伍。其他的一切都好。你好。听起来你需要帮助啊，达西西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明白了，队长。海底小纵队，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，小沙丁鱼掉队了，外加医疗急救。路上跟你们解释，图图兔上魔鬼鱼艇，提议上孔雀鱼艇。好的，队长。马上，队长。达西西，打开章鱼堡舱门。遵命，队长。这么说倒也行。你的头怎么样了，呱唧？感觉晕吗？困吗？看这是几根手指。这是个难题，你没有手指头。好，看来你没有受伤，但等你出来我会给你做个全面检查。该我大显身手了。谢谢大家。看我这记性，伙计们，这是我的新朋友迪娜。迪娜，海底小纵队。大家好，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用客气，海底小纵队向来乐于助人。呱唧，沙丁鱼群往哪边去了？往那边走了，但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，我们找不到沙丁鱼群了，你有办法帮我们找到他们吗？是的，队长，
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打嗝声找到沙丁鱼群。沙丁鱼打嗝？是的，没错。沙丁鱼跟许多鱼一样，会吞下空气来保持漂浮状态，但当它们需要下沉的时候，就会打嗝来排出空气。队长，你用舰艇的水下麦克风就能听到打嗝声了。现在大家安静下来，认真听。那不会是沙丁鱼在午睡吧？不，那是一只海象在打呼噜。那是什么，西灵通？那是只螃蟹在敲打自己的爪子。啊，打嗝声！大西西，你知道这声音是哪儿来的吗？我查一下，队长。一直往前走，就在珊瑚礁附近，就在我们正前方。通话结束，迪娜，我们可能找到鱼群了。真是好消息，快去吧，迪娜。嗯，但我不想把你丢在这儿，呱唧。没关系的，我和伙伴们在一起呢，你也得找到你的伙伴，快去吧。谢谢呱唧，谢谢你的帮助。别客气，要注意安全哦。一定要跟着我，迪娜。打嗝声越来越大了，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别告诉我海马也打嗝，西林托。其实很多鱼类都这样，队长，我们肯定是听到了海马的打嗝声，而不是沙丁鱼的。如果我的小伙伴走得太远，找不到他们了怎么办？队长，你现在听到的打嗝声是从你上方发出来的，这可能是你的小伙伴们，快走。我们应该离得很近了。我的小伙伴，我的鳞片能够感觉到他们。他们就在那儿。哎呀，差点忘了说谢谢你。也请代我感谢一下呱唧，好吗？不用这么客气的，迪娜。帮助海洋里的生物是我们的职责。再见，迪娜。我会让呱唧知道你一切都好的。好了，呱唧，你自由了。请回答，呱唧，我们找到了迪娜的鱼群，她现在已经安全了。这可真是个好消息，队长。这里看起来一切都好，咱们章鱼保健了。嗯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有了。那只鲨鱼好像盯上了沙丁鱼群，我得帮帮他们。啊不！他们在往不同的方向跑，来迷惑鲨鱼。哦不，更多的鲨鱼！看来沙丁鱼需要帮助了。呼叫所有舰艇，沙丁鱼遇到困难。海底小纵队，我不知道我一个人还能够撑多久。天降骑兵，队长。海底小纵队，跟着沙丁鱼走，打旋来迷惑鲨鱼。在这边，这边，来抓我呀！早饭、午饭、晚饭都没了。哦耶！呱唧，看到你没事，我真高兴。你没事，我也很开心。看来我们都需要小伙伴们的帮助。不好意思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！呱唧、医生、精通、达西西、文教授、兔兔、小萝卜。嗯嗯，呱唧。启动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沙丁鱼们小又小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一起力量可不小。是的，没错。
他们吞下空气时，砸到高突出造成下去。他们击败外安全，击败一起游，都起来回转，跳起来。任务到此结束，海底小纵队小西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鳗鱼的考验，所有人注意，队长，他们好像往咱们这边来了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从窗户看到他们了。达西西，启动章鱼警报，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。海底小纵队，鳗鱼们正在迁徙，他们很快就会到这儿。这种奇观一年一遇，咱们别错过了。鳗鱼来了，快看！好多好多鳗鱼啊！让我来照张相。他们好像急着去什么地方，去哪儿呢？他们正从海洋游到河里，最后进入湖里，一路上困难重重，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。海底小纵队，我们的任务是跟着这些鳗鱼调查清楚。谢灵通。好的，队长。每年一群年轻的鳗鱼就会从出生地海洋迁移，穿过河流来到这个湖里，然后生活在这里。听起来很简单呀。但是这一路可是充满艰险啊，呱唧。在河流里，他们会遇到各种岩石、急流和转弯。我都想亲自体验一把了。要不你以为和我一起驾驶灯笼鱼艇是要去干嘛呢？明白，队长。呱唧，提议上，谢灵通，去发射台。来吧，伙计们，这些滑溜溜的鳗鱼起跑领先了，我们得赶快追上。开启章鱼宝舱门。好嘞，队长。我们已经进入河流了，我们应该马上就能赶上这群鳗鱼了。希望旅途别太颠簸，这样大家都好。鳗鱼们到哪儿去了？这儿呢，跟上。还从没有人这么近的跟着鳗鱼逆流而上过呢。我们在逆流前进，水流在把我们往回推。呱唧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明白，队长。和我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呱唧。现在要跟上那些滑溜溜的家伙。这些鳗鱼游得好快，是，但我们也丝毫不逊色嘛。距离越来越近了，队长。哇哦，这些岩石对鳗鱼们来说丝毫不在话下，太神奇了！他们去哪儿，我们就能去哪儿。往左转，不，往右。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们没事，达西西，只是稍微转几个圈而已。哦不，希望他们没受伤。巴克队长呼叫章鱼堡，我们没事，但是灯笼鱼艇已经撞坏了。那你们还怎么前进呀？我们可以游泳跟着他们，队长。好主意，立刻出发。通话完毕。那群鳗鱼去哪儿了？在那儿呢。他们真是攀岩高手。
让咱们看看这些石头的另一面都有些什么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些鳗鱼竟然跃出了水面，游到了岸上。让咱们去看看。看呐，他们在泥和尘土里打滚呢。这真是太神奇了，鳗鱼们可以在空气中短暂呼吸，所以他们在必要时能暂时离开水面去陆地上，没什么能阻挡他们逆流而上。没错。救命，救命，有人说话吗？救命，你在哪儿？下面呢。你好，你是卡住了吗？是啊，我得赶紧出去。哎，你能抓住这个吗，伙计？是的，来把我拉上去吧，快点儿。耶，你是自己掉进这个洞里的吗，小家伙？是的，是的，只要地上有洞，我肯定是掉进洞的那个倒霉蛋儿。谢谢你们救我出来，现在我得赶紧出发了。我的尾巴好痛，我动不了了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的朋友都越游越远了，而我的尾巴还受伤了，我扭都扭不了了，我永远追不上我的朋友们了。我们可以帮你。真的？当然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。你哪里不舒服？我的尾巴，我已经疼得动不了了。嗯，你需要绑上绷带。好快呀，现在感觉好多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现在我必须要出发了。你得休息一会儿。哦，不能休息，一定要坚持游，一定要赶上朋友们。队长，他太虚弱，不能长距离游泳的，我担心他自己到不了湖里。我们保证他不会被落下的。哦，我要回到水里，需要你们帮点忙。我们要帮你的可不止一点儿呢。哎，我们能一直把你送到湖里去。哦，谢谢。路途很艰难，我们得像鳗鱼一样逆流而上，但是我保证这位朋友会安全抵达湖里。好的，准备好了，出发吧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，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最小的救生圈。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。这水实在是太急了，石头也太高了，咱们几个得分工协作。你能上去吗，呱唧？没问题，队长。好了，抓紧的。继续游，一个洞穴，我们要穿过去。我们现在已经很近很近了，从那儿游过去就到了。要从那儿游过去，我保证我们马上就到了，湖就在另一边，我真的必须要去那儿。继续前进，跟着我。大家还好吧？非常好，这片湖泊宁静又美丽。是啊，而且到处都是扭啊扭的鳗鱼。你去哪儿了？以为你丢了，我们可担心你了。这是我的朋友们。哦，谢谢你们送我回来。好吧，
你们鳗鱼为了到达目的地历尽艰辛，我很佩服你们的决心。我们就是这样，等我们成年了，就会沿着河流回到大海，然后生出我们自己的宝宝。等那些宝宝长大了，也一定会沿着这条河流回家的。好啊，然后我们也会再来一次大冒险，撞毁舰艇，进入洞穴，沿着湍急的水流翻越岩石，对吧，皮医生？嗯，那就来吧。海底小分队集合，呱唧，皮医生，心灵通，达西西，张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记住，小小蚂蚁海中生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长大去望他相信，是的，没错，抛出千年一万千，河中有句湖中话，你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有时路上苦难多，是的，没错，明白，路上呼吸寒地心，跳起来，鳗鱼，鳗鱼，鳗鱼，卡尼巴高，卡尼巴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分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珊瑚礁海豚行动。我真想赶快去看看我的大号病人怎么样了。哎，我想看看你的病人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大，皮医生。我们到了，珊瑚礁。你的病人在哪儿？队长，哪有什么大家伙呀？就在这儿了，呱唧。珊瑚礁就是我的病人。哦，当然啊，珊瑚礁是由珊瑚组成的，是活的。珊瑚礁和其他动物一样需要做体检。你说的对，珊瑚礁还是很多不同动物的家，所以如果珊瑚出了什么状况，他们就没地方住了。好吧，真是个大号的病人。怎么了，皮医生？珊瑚开始变白了，心灵通，这说明他们要生病了。这里也有一块白斑。皮医生，你最好过来这边看看。哦不，整个珊瑚礁都要生病了。如果它真的生病了，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必须要搬新家了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呱唧，心灵通，你们快到海床上去找一块健康的珊瑚。好嘞，皮医生。没问题。队长，能把你的液压钻借我用用吗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我要做紧急珊瑚移植手术。我要在生病的珊瑚上钻一个小洞。给你，你要的珊瑚。太好了。现在把这块健康的珊瑚放进洞里，然后。好了，珊瑚移植完成了。健康的珊瑚会让它重新好起来的。看，太好了，我们拯救了珊瑚礁，现在是时候吃午饭了。等会儿再吃吧，呱唧，快过来看看那些白点儿。我还得给这些珊瑚做好几个移植手术，才能让它们重新健康起来。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。马上启动章鱼警报，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。海底小纵队，珊瑚礁生病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协助皮医生给他做尽量多的移植，帮助他恢复健康。但是珊瑚礁非常巨大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达西西，你、呱唧和小萝卜一起从海底找健康的珊瑚片。西灵通和张教授，你们从他们中挑选出最健康的。然后兔兔兔和我会在珊瑚上钻小洞，皮医生来把珊瑚片放进小洞里。好了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。如果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珊瑚礁马上就会恢复健康的。
哈，又一块珊瑚。耶，这是块海绵。有，刺头海胆。抱歉，小海胆，我没想到这珊瑚片这么难找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在给我搞恶作剧。我的老天爷呀！你真该看看自己的表情。哎，海豚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给我使坏啊？我们就是到处玩玩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来一起玩吧，我们正在吹泡泡圈呢。耶，我现在可没空到处玩。好，那你随意。是啊是啊，很有趣，我这个海盗正在忙活呢。谢谢你，大猩猩。快看看这个血灵通。啊，它看起来很健康。我来把它和其他红珊瑚放在。我的老天爷呀！抓住你了，轮到你了。哦天哪！给你，皮医生。谢谢，兔兔兔。稳住。稳住！你在做什么？我的小乖乖。想玩接东西吗？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。给你，贴住！哦，当心点。抱歉，海豚们，但我们正在工作，下次再一起玩吧。那我们还是去找别人玩好了。走吧。我们已经忙了好久了，但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。照现在这个速度，我们可能还要好几天才能完成。而且这些海豚还在这儿帮倒忙。巴克队长呼叫血灵通，这些海豚一直在打扰我们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这其实只是海豚的正常行为，队长。海豚是一种非常好奇的生物，他们……哦，这是什么呀？他们喜欢一起玩耍，而且还会发明新游戏。大家，你们快来看这个！海绵在我鼻子上。看情况，简直开始失控了。海豚们注意了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你们大家能不能等候？你绝对抓不到我。哦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好了，我只是想看你能坚持多久。小心，有惊吓，就在前面。干得好。谢谢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谢谢你刚才提醒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玩什么？抱歉，游戏时间结束了，我们海底小纵队正在试图拯救珊瑚礁，我得回去帮忙。珊瑚礁怎么了？他病得很严重，我们正想办法帮他。要找来健康的珊瑚，然后放进礁石上的小洞里。哦，原来你们在忙这个呀，找珊瑚放进小洞里。嘿，听上去像个游戏。哎，我能玩，哎，帮忙吗？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帮手，但你们能帮忙做些什么呢？找珊瑚放进小洞里，找珊瑚。嘿，我找到了一块。啊，
你鼻子上那块海绵真是从沙子里找到珊瑚的好工具。又找到一块。那么你可以告诉别的海豚该怎么做到吗？当然，快上来，我带你去珊瑚礁。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有了大家的帮忙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完工了。我找到五块珊瑚的时候，你一块也找不到。来吧，伙计。这块也很健康，谢谢你。这是最后一块。嘿，给你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完工了。珊瑚礁看上去已经健康多了。太棒了，各位海豚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可做不到。还有最后一件事。那是什么事？抓住了，该你了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抓紧闭上，精通打死器，能做住，捡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海豚喜欢游乐和玩耍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每天都能发明新玩法。是的，没错。见到什么都好奇。会用空气，就像我和你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游戏永远不停息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喜欢闹游戏。小朋友一起跳起来，小海豚，小海豚，小海豚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小西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海底午夜区。螺丝刀，胡萝卜，谢谢植物鱼。灯笼鱼艇准备好了吗，兔兔兔？准备好了，队长。启动章鱼警报，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队员们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下潜到海洋底部，给谢灵通的书增加一些新的内容。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午夜区指南。午夜区听起来很黑，很吓人。没错，伙计，午夜区是海底很深的地方，连阳光也照不到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描述了很多午夜区的神奇生物，有帽贝、管虫、深海鱼，但是后面你们看还有很多空页呢。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那些从没人见过的生物，填补书中的空白。因为下面太黑了，我给灯笼鱼艇加装了一盏灯，来帮助你们探路。如果潜艇上的灯开始闪光了，就说明快要没电了，这时候你们得赶快回来。西灵通、皮医生、呱唧，穿上深海潜水服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队长。开启章鱼堡舱门，兔兔兔。好嘞，队长。那是因为我们还在日光区。
到了吗？已经很黑了。还没有，我们刚刚进入了暮光区。午夜区在更深更黑的地方。更深更黑。队员们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午夜区。这里真黑呀。打开深海专用探照灯。真的好安静啊。队长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是我们的螺旋桨提议声，它的声音一直这样。那又是什么？前面有什么很烫的东西？我的老天爷呀！那是烟。哇！哇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那可是海底温泉。海底温泉是什么？它就相当于海底的火山。山顶喷出来的是很烫的热水。戴上头盔，这里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前所未见的生物。队员们，执行任务。要。好了。哇哦，队长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西灵通。这是一只帽贝，但一点也不稀奇。这群是管虫，只有午夜区会有。它们很有趣，但也很常见。啊！看那儿，要！它很大，那是。只是一块石头，抱歉，谢灵通。啊，那是只深海鱼，恐怕应该不是什么新鲜物种了。我们继续找吧，队员们。谢灵通，这些小洞是怎么回事？真奇怪，我见过一块一样有这些洞的石头。但不知道这些洞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咱们来取一块岩石标本吧。我去拿切割机。我来吧。谢谢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哦不，标本让我摔坏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可以好好看看里面了。里面可能住着什么东西。嗯，似乎没什么。另一块在哪儿？在这儿。队员们，灯笼鱼艇就快要没电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但我还没有找到新的物种呢。我们得下次再来了，西灵通。大家舰艇上集合。嘿，快告诉我，你们找到新的物种了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新的物种能放进我的手册里。本来还想看看有没有又大又吓人的东西，比如巨型大鱼怪之类的。但我们找到了一块有很多孔的石头。我觉得里面住着一个小东西。我们马上就可以修好它，快的你都来不及说声拔呀拔呀拔萝卜。好吧，但是快点，我好冷，而且这里光线也好刺眼。你住在午夜区，那儿终年黑暗，而且海底温泉让那里非常热，章鱼堡对你来说一定很陌生。我想回家。
图图兔会修好你的家，然后我们就会尽快送你回到午夜区去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会尽量让你舒服一点的。怎么样，暖和吗？够黑吗？好多了，暂时，谢谢。首先，我们得搞清楚这些隧道是怎么连接的。让我们试试看。不对，好吧，我再试一下。又错了。等等，这样应该对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些小洞没有连起来，我的头都长疼了。别着急，在搞明白之前，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你看，我们一直试着从石头外面研究解决方法，但我觉得我们需要看一眼里面。我想达西西一定有办法。有了这个小相机，我们就能看看你的隧道里面是什么样了。我给它取名小虫相机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死胡同，这些洞还是没有连通。又是死胡同。哇哦哦哦！太完美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来用这罐强力帽背胶水把它粘好。完好如初。我要拍照了，请说茄子。茄子。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到温暖黑暗的家去。太好了，海滨小纵队随时欢迎光临。皮医生，我们在午夜区多了位新朋友。下面确实有点黑，但一点也不可怕了。队长，还有你在我的书里有了专属页面。真贴心。海底小纵队集合。呱唧，皮医生，心灵通，达西西，文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午夜区侧身最好的香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全世界最黑暗的地方。是的，没错。几座小洞无所爱的香。游戏前怎么人人是他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午夜区里你会发现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海底热泉将相互火山。跳起来。小虫虫，小虫虫，小虫虫。好地方高，好地方高。任务到此结束，海底小纵队小西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糊涂蓝鲸。听起来不太妙啊。巴克队长，你最好下来到发动机房来看一看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兔兔兔？章鱼堡现在需要紧急清理和及时的修复，巴克队长。如果我们不马上把它修复好，它就会散架的。队员们，现在大家全体注意了，章鱼堡需要紧急清理和修复。清理。队长，我真的得回来吗？就为了搞搞卫生。喵，什么东西在响啊？是章鱼堡，呱唧，我们需要全体出动把它修理好，马上归队。知道了，队长。那是什么？移动的大漩涡。抱歉。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
你差点把我吸进去。伙计，你知道自己底儿朝天了吗？是吗？哦，等一下，我是和同伴一起出来的，但我迷路了，而且找不到他了。我最好还是翻过来吧。等一下，让我……我的老天爷！抱歉，真抱歉。太诡异了，我的声呐好像出问题了。声呐？声呐是我的定位方式，如果我要找什么的话，就发出声波来进行定位。我们还是先上路吧，必须找到我的同伴，我们一直在一起的。我找不到他了。真是条糊里糊涂的大鲸鱼。看来我们不能等呱唧了，得先动手。兔兔兔。好的，章鱼臂得焊结实一点，螺丝得紧一紧，地板也得打扫了，还有那些挂花的地方，窗户得擦了，水箱也要排排水。接口也得上点油了。那么队员们，咱们动手吧。只糊涂的鲸鱼，喂，大家伙，让我过去，别乱动。听起来我的朋友也在用声呐找我。但那不是鲸鱼，那是章鱼堡。喂，等一下，别往那边走。应该是这边。等等，等一下。听得像他。你在哪儿？现在大工程来了，我们得先把水箱放空，然后再装满。我们来吧。需要帮忙吗？嗯哼。好了，这下就好了。你力气真大，队长。哦，天哪，我的朋友听起来好像有麻烦，我得去帮他。别急，我这就来。我想一定是章鱼堡发出的声音把他弄糊涂了。嘿，大家伙，这样好多了。等一下，慢点儿，你要撞上章鱼堡了。呱唧呼叫章鱼堡，呱唧呼叫章鱼堡，呱唧呼叫章鱼堡，呱唧呼叫章鱼堡。医生，一只昏头的鲸鱼正向你们冲过来。什么？我听不见。等一下，呱唧。队长，雷达显示有东西向我们冲过来，是一个速度很快的大家伙。看起来他要撞上我们了。我和你们说的就是他，是一只大蓝鲸，队长。一只蓝鲸？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，队长，如果它撞上我们就完了。呱唧，你必须得阻止它。我在努力，但这些噪音实在是……队长，我想我们又有问题了，另一个方向也有个东西在向我们靠近。一定是那只蓝鲸的朋友。如果他们撞上了章鱼堡，我们和他们都会遭殃的。
蓝鲸是很大，但很温顺，为什么他们要冲向我们？实在是太吵了，没法想东西。噪音，教授，你觉不觉得？没错，鲸鱼有声呐，也就是声波，他们用这个定位避开石头，并且互相交流。也就是说，章鱼堡的噪音干扰了声呐，一定是这些噪音把他们弄糊涂了。没错。哎，我就是想说这个。队员们都注意了，立刻停止工作。我们要绝对安静。检查一下雷达，他们停下了吗？没有，队长，他们还在向我们冲过来。突突突！我必须阻止他。快停下！停下！我看不下去了。突突突！快停下！抱歉，队长，我没听见，怎么了？嘘。怎么没声了？站稳了。太惊险了。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。我也在到处找你呢。朋友们，我想你们今天的混乱可能是我们造成的。没错，章鱼堡发出的声音干扰了你们的声呐。是吗？难怪我今天老是迷路呢。没关系，你们的噪音还是帮我们碰头了。希望以后不要再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没问题，下次我们大扫除之前一定会检查周围有没有鲸鱼。好主意，队长。还有你，小是小。小？我？那是跟你比。但却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谢谢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伙计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章鱼堡修好了没有。那看来我没有赶上大扫除啊，队长。其实我们还没完工呢。还需要把地拖一下，这个交给你了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把鸡披上，进攻，打起气，张教授，突突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。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！记住，蓝鲸家族有女也有男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全靠声呐彼此来相接。是的，没错。声呐帮他度过每一天，引导他们去游大海前。海底报告！看着蓝鲸去完成大业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蓝鲸史上最大的他，跳起来！大鲸鱼，大鲸鱼，大鲸鱼！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纵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海盗鹰嘴鱼。这张照片里就是我爷爷，咔嚓船长，我就是因为他才开始当海盗的。哇，他看起来真酷，他肩上那只鹦鹉真有海盗范儿。那是他的鹦鹉搭档皮特。海盗和鹦鹉向来是绝配，鹦鹉象征着英勇无畏嘛。你还知道他什么故事吗？
这个马火箭有一首关于它的歌。一首歌？你会唱吗？好啊，我能唱，至少是大部分吧。他搜寻珍宝，他挠挠跳蚤，他是七大洋里最勇敢的海盗，一旦勇往直前就义无反顾，这就是咔嚓船长的漫漫征途，他无所畏惧，是个常胜将军。我就知道这么多了，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，肯定会的。但愿如此啊，披萨。相框坏掉了，不过至少照片没事。照片背面是什么？我的老天爷呀，这照片后面藏着一张地图。我猜这是一张藏宝图，海盗们总是把藏宝图藏起来。没错，伙计，我确定这张地图能带领我们去鹦鹉岛的宝藏。队长，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肯定希望我找到这张地图。看，叉号标记就是鹦鹉岛藏宝的地方，我们去寻宝吧。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呢？我们要找一个鹦鹉形状的海岛，在旁边有座火山，另一边有一棵棕榈树的小岛。达西西，队长已经在找了，马上和电脑中的地图做比对。不是这个。不对，不太像。这肯定不是。那个什么，就是他了。离这儿很近的。那咱们就去探索海岛，寻找宝藏吧。呱唧，启动章鱼警报。遵命，队长。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找到鹦鹉岛上的宝藏，然后探索。出发吧，队长。好吧，皮医生和呱唧一起上舰艇。好的，队长。地图显示，我们现在应该遇到一些好像是绿色的斑点。那会是什么东西呢？海藻，很多很多海藻。现在根本看不清我们要去哪里了。队长，快看！喂，伙计们，我马上就能把挡风玻璃清理干净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伙计。别客气，我最喜欢吃海藻了。伙计，还好你喜欢吃这些讨厌的玩意儿。你说话可真像个海盗啊。我就是个海盗。我一直想见见真正活生生的海盗。我叫鹰嘴鱼皮特。一只叫皮特的鹰嘴鱼。我爷爷咔嚓船长以前有只鹦鹉叫皮特。大名鼎鼎的海盗咔嚓船长是你的爷爷。你听说过他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个狂热的海盗迷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做呱唧。我可以做你的搭档。呱唧和他的得力助手鹰嘴鱼皮特。这听起来不错吧？海盗的搭档一般都是一只鹦鹉，不是一条鹰嘴鱼呀。可是我的嘴像鹦鹉啊，而且我比鹦鹉还要厉害呢。看，我还能变色呢。哇哦！对，鹦鹉可没这本事。这倒是。鹦鹉也不会把挡风玻璃上的海藻清理掉啊。的确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那好吧，不过我们现在急着去寻宝呢，伙计你可得跟上哦。我第一天当上海盗的搭档，我就能去参加寻宝了。一起出发吧，鹰嘴鱼皮特。你觉得这些尖尖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也想知道呢。伙计们，我游到前面去给你们探探路吧。喂，伙计们，这片暗礁上有很多尖尖的锯齿边缘，路也很窄，我觉得你们的舰艇太大了，过不去啊。可地图上说我们必须得穿过这里才能找到宝藏呢。那我们就把舰艇停在这里，然后游过去。
这些弯弯曲曲的线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进去吗？那是什么？还有那个，还有那边。现在我们知道地图上这些波浪线是鳗鱼。没错，是海鳗。这片水域里可多了，伙计，看看它们的牙有多锋利。可咱们得穿过它们才能拿到宝藏呢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亲爱的，我能帮大家穿过它们。怎么帮？海鳗是我们鹰嘴鱼的天敌，可我们有办法保护自己。首先，我会用气泡来包裹自己。海鳗本来视力就不好，这个气泡能让他们连闻都闻不到我了。这样他们就不会欺负你了，真是太聪明了。这招或许对你有用，可是伙计，我们不会吹泡泡啊。哦，我来帮你们呀。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。这些鳗鱼闻到皮医生了。皮医生，这边。快点进去。呱唧，气泡盾牌。成功了，现在他们闻不到皮医生了，现在安全了。皮特，要是没有你的气泡保护，肯定不行。啊，别客气。鹰嘴鱼皮特，有你这样的搭档，是任何海盗的骄傲。哦，谢谢呱唧。根据地图显示，鹦鹉岛应该很快就要到了。咱们游到水面上去找找吧。看，火神在这儿。这边是有棵棕榈树的小岛。耶。但是没有看到鹦鹉岛啊，难道说是我爷爷的地图出错了？等等，伙计们，跟我来。快看那儿！哇哦，是一座水下的海岛。没错，所以鹦鹉岛其实它是鹰嘴鱼岛。快看，这就是我爷爷的宝藏。这把钥匙是干嘛的？哦，看，钥匙孔。我来试试，伙计。他搜寻珍宝，他挠挠跳蚤，他是七大洋里最勇敢的海盗，一旦勇往直前，就义无反顾。这就是咔嚓船长的漫漫征途，他无所畏惧，是个长生将军。他为了搭档你的义务。呱唧，你找到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。是啊，伙计，这真是一笔无价的宝藏。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皮特。啊，别客气。那么你觉得怎么样？还继续当我的鹰嘴鱼搭档吗？啊，当海盗的搭档虽然很刺激，但现在发现了鹰嘴鱼岛，我想留在这里和其他的鹰嘴鱼在一起。好吧，伙计，我理解你。要不要来唱一首你自己的歌，纪念一下你的海盗生涯？你说我自己的歌？当你遇到困难，不用担惊受怕，皮特会用他的气泡来为你护驾。他是个勇敢的朋友，永远不被击垮。这就是鹰嘴鱼皮特的佳话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！呱唧，皮医生，精通，达西西，王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记住，鹰嘴鱼边上有一套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红红蓝绿真美好。是的，没错。吐出气泡做味道。
真奇妙。探地报告，探地报告。除此之外，你要知道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我们小翠帮就像一只鸟。跳起来！鹰嘴鱼，鹰嘴鱼，鹰嘴鱼。探地报告，探地报告。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虫队，小心！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电鳐鱼。全速前进，达西西。好的，队长。哈哈，这还差不多。我们快到了吗，队长？别担心，图图兔，我们很快就到了。好的，队长。要见桑迪了，你一定很激动。当然了，皮医生。海龟桑迪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我很难得才能见到他呢。桑迪一般每年的这个时候会路过这片海域。那我们能路过这儿太幸运了，桑迪应该就在峡谷的另一边。真希望我们能够来得及看到他。我们会快到，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，怎么说来着，拔呀拔呀拔萝卜。那是什么？队长，赵一宝正在失去电力供应，我已经控制不了了。切换为手动驾驶模式。呱唧，皮医生，搭人梯。是队长。大家抓稳了，可能会比较颠簸。我的小乖乖呀，我们要掉进峡谷了。有我在就不会。大家没事吧？当然了，我也还好，队长。我的老天爷，刚才可真险呐，队长。还没完呢，咱们没电了，而且正好降落在了深谷的边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赶不上见桑迪了。兔兔兔，启动章鱼警报。对不起，队长，已经没电了，启动不了啊。啊，小萝卜，启动章鱼警报，植物鱼版本。还挺像回事的，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章鱼堡受到撞击了，我们好像失去了所有电力供应。我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，队长，看见了吗？红色表示章鱼堡的电池已经没电了。大家知道，如果没有电了，章鱼堡自然就会停止工作了。别担心，兔兔兔。我只是担心，等它修好的时候，我很可能已经来不及见桑迪了。要不然你开一艘舰艇去见它好了。章鱼堡舱门卡住了。舱门只能开一点点，舰艇出不去。我们最好检查下舰艇的外部是否受损了。呱唧，皮医生，马上启动头盔，出发吧。章鱼堡停在这儿可真够悬的，它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悬崖的。咱们最好固定住它，应该能撑住一段时间吧。不用担心了，章鱼堡安全的就像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踩到我的尾巴了。先是有个橙色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然后你们又在我身上踩来踩去，我正在沙上休息呢，我都快气疯了。别急，我们不想打扰你的，我们在去看朋友的路上，但是我们的船撞了。
啊，好吧，听着，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。通常我是很通情达理、很随和的，但有时候我比较容易急，然后……是啊，你就放电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是一只摇鱼，是一只电摇鱼，但你也可以叫我闪电。你说你是一只电摇鱼？是的，没错。我体内有个特殊的结构，可以放电，让我可以电其他鱼。其实我电你一下只是一个警告而已。只是警告？但是我也能产生巨大的电量。嗯，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发出更大电量吗？希望这能管用，我可能还能赶得上看桑迪。闪电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放一个强电，然后电力流入电线，给电池充电，这样章鱼堡就电力充足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所有人散开，小心触电，以防危险。我有些紧张，让我再试一次。慢慢来。好吧，我试了，但是还是不行。我猜我只能在受惊吓的时候放电出来，或者在吃饭的时候。Oh, yum! 起作用了。又甜又脆，我们电摇鱼总是习惯在吃食物之前先电电它们。哦，还是不够电量，看来对不起。哦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闪电。我真的好想早点见到我的朋友桑迪。嘿，听着，我也有些朋友，我是说其他的电摇鱼。他们可以帮忙吗？如果一只电摇鱼的电量能够点亮一个房间的话，一群电摇鱼说不定就能点亮整个章鱼堡了。而且他们看上去很喜欢鱼饼干呢。还要更多的鱼饼干，小萝卜。嘿，小伙伴们，这儿有晚饭。甜又脆，这些鱼饼干烤过以后真香。这又甜又香啊！起作用了，他们发出的电已经流入章鱼堡了。哦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哇，成功了，再放一些电。又回来了。嘿，我就知道能行。嘿，哦，小心点儿。嘿，挡着我的路了。你走开。嘿，放松，小伙伴们。别挡路。哎呀，别挡。走开。章鱼堡要掉下悬崖了。你挡路。电摇鱼们，小心。我得去把他救回来。看起来你需要搭个顺风车。桑迪，咱们又见面了，桑迪。上来吧。瞄准章鱼堡舱门。明白。你得跳上去。来点熊的力量。队员们，我们的章鱼堡终于恢复使用了。耶！耶！真是太好了！见到你真高兴，兔兔兔。我也是，桑迪。嘿嘿呀！嘿。
我在峡谷的另一边听到了撞击声，所以就游过来看一看，刚好就赶上了。大家都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来点鱼饼干吧，桑迪。来，让我来给你烤烤。又甜又脆，谢谢你们这么大老远赶来看我，希望没有太麻烦你们。没什么太多麻烦，桑迪。海底小分队集合，呱唧，披上，精通，达西西，龙教授，兔兔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天有云休息歇堂，没错，明白，小礼堂真是最爱，没错，我们就像大电池，放电触电正自在，一旦找到好吃的，没错，一口一笑天出美味来，跳起来，电摇鱼，电摇鱼，电摇鱼，好地方高，好地方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分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海底小纵队与大白鲨，张开嘴说啊啊，非常好，说啊啊，好极了，说啊。不是啊，是啊啊，鹰哥鱼，午餐有着落了。我还从来没尝过企鹅呢。我知道不该吃你的，你看起来那么漂亮，但是我是一只大白鲨，我实在忍不住啊。你就不能忍住吗？好吧，我试一下。不行，我还得吃你，抱歉了。那个看起来像个大金属鱼，我也没尝过呢。巴克队长，快回答！披上，怎么了？有一只大白鲨正在追我。他已经咬住舰艇了。兔兔兔，开启张一宝舱门，快！没问题，队长。真难吃，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吃那只企鹅。披上，再快一点。关闭张一宝舱门，快！队长，大白鲨被卡住了，但我们再开一点舱门的话，它就冲进来了。我们得制造足够大的水压，这样既能把它冲出舱外，又不会伤到它。兔兔兔，启动超强出水。还真管用，大白鲨被冲出去了。快看，大白鲨一定在游进章鱼堡的时候弄伤了鳍，看样子它需要用绷带包扎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，去基地总部。海底小纵队，现在外面有一只受伤的白鲨，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，大白鲨可是海洋里面最大的食肉动物呢，也是最饥饿的动物。对，它真的非常喜欢捕食，它会尝试去吃任何东西，如果不喜欢就会再吐出来。我才不怕大白鲨，也不在乎它有多强大。提上，我可以为它包扎。呱唧，我是医生，一位乐于帮助任何伤病生物的医生，义不容辞。
谢灵通，有没有能够接近大白鲨为其包扎的好办法？办法倒有一个。通常情况下，大白鲨翻身躺下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非常平静。不过就算是这种情况，也只会持续一小会的时间。如果它能平静下来，我就可以为它包扎。可它现在已经游走了。很多鲨鱼必须不断运动才能存活，一旦停下来，它们就会无法呼吸。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翻转过来，保持冷静，还要让它运动以维持呼吸，然后皮衣上进行包扎。兔兔兔，准备马蹄蟹艇。大白鲨正前方。大白鲨，注意了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，是来帮助你的。哦，看起来很好吃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看看你受伤的鳍，然后我、我刚刚说我、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你们来帮我、可是大白鲨得吃东西。他咬不动马蹄蟹艇。他累了，如果他太累就动不了了，那样他会停止呼吸的。那我们要动作快一点了。呱唧，你能到外面，在我翻转他的时候转移他的注意力吗？乐意效劳，队长。摇。喂，大白鲨。喂，你没看到我正在吃东西吗？你肯定咬不动那东西的，更何况我比它好吃多了。真的吗？哦，那我要试一下喽。好啊，那你得先追上我哟。哦，我的鳍好疼啊，但我还是能抓到你的。小鲨鱼，这儿，来呀，跟我来呀。做得好，呱唧，现在翻过来。哦，我感觉好平静啊。那你现在还想吃我们吗？为什么要吃掉你们呢？我只是想跟你们交个朋友。队长，他现在已经处于昏睡状态了，是时候实施下一步计划了。嘿嘿，有点痒。东风去喽。好了，大白鲨已经平静下来了，而且在动，还在呼吸。现在我可以为它包扎了。小心点，皮医生，也要快点，它不会安静太长时间的。好样的，小皮，要稳住。哦，小企鹅，我来为你包扎受伤的鳍。嘿嘿，好痒啊，老弟。哦，我不知道你这么怕痒。别动，现在我要处理你受伤的鳍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做一次超高速三层鲨鱼鳍包扎处理。快点，皮医生，他随时可能醒过来。好了，完好如初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还有点饿。哦不，你完全清醒过来了。皮医生，我的小乖乖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本该道谢的，但是我现在比刚才还饿。跳上来，火箭。哇，有只猫，还有只企鹅，还有个会响的机械玩意儿，真是绝妙的大餐组合啊。感觉真不错。呱唧，大白鲨追上来了。不要紧，我们再快点就行。坐稳了。呱唧，离大白鲨远点，越远越好。知道了，队长。我有个好主意。小萝卜，请回答。拜拜。现在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鱼饼干。就这样一直绕圈圈吧。哦，糟了。不，电池快没电了。现在我们当真要甩掉这个大白鲨了。
呱唧，争取再拖住他一会儿。是，队长。小萝卜，把临时发射器装满。好了，呱唧，现在试着把大白鲨引到水面上，我来给它喂点零食吃。来呀，大白鲨，到这边来！呱唧，快看！队长，我们马上没电了。能让章鱼滑水板掉到空中吗？没问题，队长。正中目标，快点离开这儿。怎么了？不要害怕，伙计们，我现在不饿。不饿？不饿，最美味的鱼饼干已经到了我的肚子里了，非常好吃。现在我没必要再吃掉你们了，这很好，因为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治好了我的鳍，谢谢。但是要小心哦，我还会饿的。那样的话，就再来一点甜点吧。海底小纵队集合，快递上行动，拿起行动，走走走。小萝卜。呱唧，启动海底报告！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大白鲨像船最猛。知道，没错，明白。遇到东西都会游。是的，没错。肚皮朝天翻过身，全身发送了逃跑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有件事情要记牢。知道，没错，明白。不能再呼吸。永远海里跑，跳起来！大白鲨，大白鲨，大白鲨，奥迪报告，奥迪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虫队，小心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